熊二，有本事你干啥？你捡条鲨鱼命。我又不是没捡到过，这是早期我们海边刮台风在海边发现鲨鱼的视频啊。这会儿可以给我双击了吧？哼，还有今天晚上赶海继续双击关注。来吧，兄姐妹们，今天走在海边发现了一对鲨望鱼，看起来非常的恩爱呀，大鱼保护小鱼呀。同时呢，鲨望鱼啊寓意着吉祥与幸福。还有几天呀、啊、就过新年了哟，祝进来老铁新年快乐，天天有个好心情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。看这是什么大头吗？大头两艘。哎呀，看看上鱼了啊，上鱼了，看。哎呀，我还活呢，看。哎呦，这个大哥，看这挺好。哎，海参呢，老哪有海参啊？海参在这底下了，哪去了？是吗？海参这都掉了吗？哪去了？等一下，等拿手那底。我靠，还有个海参呢！啊，还有个海参啊！嗯，这一网可以啊，爆网了，看，爆网了，爆网了啊！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下午我又来到了海边啊，看到了一个好长的尾巴呀，不知道这是啥生物呀。于是啊，我就想把它拿出来看一看。哇塞，怎么像一个蝙蝠啊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鱼啊，说实话我有点害怕，手都有点发抖了。哈哈，看到这里啊，有的老铁刷了一下就给我点亮小红心了，有的默默的加了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如果把一个人放在海边三天五天，不多说是没有问题的。咱们今天在海边捡到了这一个纯野生的大海带。天哪，有一人多高啊！有没有老铁吃过的？这也是最便宜的一种海鲜啊！我们这边吃过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。喜欢的朋友加我关注，11点半直播。